留意了，就没挂挂留意了，然后就倒过来，哎，姐姐干什么？好，拜拜。有空再来啊。来，啊，九班来，九班来。九班几千块啊？一千块了。不要修个耍下。阿妈，你走了阿妈。阿妈，你今妈在倒位？我来发九班，你哪拢无注意？来几千块哇？几千块来。听过啦。一公里要买几块？我要买两块来。一公里嘛。包嘞，啊，一千块完了。妈，起来，你快点呐！啊，你进来跳较紧嘞，吼，我跳死我。包起来。叫阿米。还给不了啦，阿表。反正妹妹会去鲨鱼。动作要起的呀。妹妹会鲨鱼，没关系。妹妹鲨呀。哎呀，妹妹鲨鱼啊。阿妈，我这今天了钱，我拿袂一千，叫我喂，你拜托你看够够大只，还得上班嘛，都以为普通啊，使吹啊，使暗小板凳车车使，车顺使，车干啊顺使，拢总会使，拢可以啊。你阿妈做环境话，做社会啊呢？来，你卡来，你吃我杏鲍菇猪脚的啊？哦，有无带些吧？有没有？有吃过的举手。真正好吃，你吃完了没？吃完了就好吃掉，我不敢骗了，我真正不敢骗。这个回去优点很多，它不止好吃，而且不用放冰箱。不用冰，不用冰。那冰没放，你那是常温包的。来，你要吃的时候，你隔水加热就好了。掏杯豆类换来，这会风格，就好吃。虽然一包没几阿毛，但是它有外包装啊。这个是国宴主厨做的名菜，老要吃两包五百，你买买五百，你买买七百，来三百块。杏鲍菇猪脚来300块，最后一次卖它喽，等一下就没有了。冷包我爸没啥，爸不高兴了。你掏亏，你不价钱，你不搞，别你搞笑了。你看人顶个台币水蛋钱，来七包个啥米，来300块，300块了。来起来，他价钱都来了 ，OK， 来七包过你，免我爸，来300了。杏鲍菇猪脚300块来，拢来了。收钱，客气收完啦，七包个啥米，七包我请你啦，我靠，要免费。我都过了，来三百了，漂亮的啦，来收帮副主角啦，来三百块得了，来三百块了，欢迎背店的副片带呢，来三百块了，欢迎啊，都无疑，我副片带哦，洗头了，来三百块了，听好，一个是600-1500的皮卡，卖你300块尔，你怀疑哦，这只只卖1500的六包呢？来300块来，你见了就知影，不是比较好见啊。那个杏鲍菇更好吃。来300块，够有人无买了无？杏鲍菇猪脚超好吃的，加热就可以了。来300，中午啊，我们出来啊，要取一些风景画。来好，啊，你要吃红鳝来，来1000块，啊，红龙啊，我吃啊，我要吃红龙啊，红龙该你过来，啊，虾有人要。下次给人家，下次给人家。来，下次给人家。来，要吃红鲨来，金枪鱼碎了，甜不甜？不黑啊，超漂亮的。来，我今天准备啊，来三个客人买得到鳌鱼，菜啦给的，菜啦给的。我买个花1000，花1000，看你阿妈都讲话，你是给阿姐我东阿伟。哎，你买的？是啊，拜两天拜，看将来去做诶，真好。啊，我心情太好了。来，买1000红沙猪藤蛹，吹拿针得好吃。来500块，500块来金枪鱼，来500块来，来七百个啥？来500块来，来你三个人给买买这个红沙，来500块来，有人要吃红沙个？要求这红沙够大只，我袂恁再削着。来500，搁咧搁路哦。来500块得。来两枚。两枚。来500块。红葱，大只也变好，干嘛子？来500块，大哥来，加收几块？来300多，两百卖500，再300多，漂亮啦！哦，阿妹红龙来，红龙，红龙，上辈子红龙，哦，你是讲几块呀？我当初你讲是鱼啊嘞，五花大呀，这个。来，要吃卤味切片的来，300块。300块春节了，无啊无啊无啊，好漂亮啊！这卤味虽然不大片，但是做高清起来做汤多吃。来，
来三条四条，你等于真等于他，来五条你等于真等于他，连五百七百三百，来两百块完都今年要休困，要停下去啊！来两百过来，头家早安啊！头家上啊，再上一条，伊又变给你，来两百块来，所谓的进一遍，用真的用行的来两百块头，来两百块，各有上门费的今年。来挪威的经理店六片给你哦，来两百块，最好几条，对啊，那个希望哦。来，等大波最后一个了。来，进来。来挪威经理店，来陶景贵帅哥回来，看那朵啊朵啊朵啊。来，阿爸的情况蛮好的。来，等大波阿妈烧一杯。阿妈烧不回来啊？来，记得哦，我查房子。进，开始开始。来，前面大哥的，来红龙七块来。你别红龙，你也紧张啊！没有，阿爸会耍牛逼的啦。那套两个套子干嘛啦？无啦，今日无小鲜肉啦。啊，你爱帅哥照啊？无帅哥，一心不在焉啦。来，红公斤块，一包两百三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一公斤，两块钱两包特价西亚红。全家两包。全家两包。两包今天真的很好睡。来七百，来三百红几的杯，三百块来，两包龙利啊，红龙七块，三百红最好几的啦，来大家要红，赶快啦，就两包三百块杯。没有啦。来，阿哥五六四十九米的。算你赚，算你赚，算你出去狂背牛啊！这是什么毛豆啊？是毛豆的壳。来下巴三百块，姐妹来两百块，位于下巴两百块，那边讲下巴。我来茶庄哥回购啊，工笔茶庄哥。来要吃牛肝酒坛炒来，龙胆石斑头哦。来，剩下这边的。你要吃桂鱼桃的来五百块完，这一包桂鱼桃，龙胆石斑头，桂，大家叫桂鱼，来这包是一半九斑哦，来我要吃五百块完，一公斤四百五，来五百块来，你看有几年没喝无？你来二等软饮啊，老人要吃桂鱼桃无？龙胆石斑头来五百块，一包一公斤没事啊哦，我卖你五百，看你五十块卖好去啊你，头家有跌无啊？我的七包没，你五百七包包没，来五百块，一个买了两公斤哦，桂鱼头五百块，这两包五百了，是不是啊？无人来找我，收上鱼是上名，七包是公斤，是台斤，你听好，都是肉，虽然我卖的是好，可是你看到都是肉，然后呢，就加两包包呢，两百一包，没五百七包。三百块里面无一包鱼啊！我来两百块来，用大酒馒头来两百块好，我吃几包买几包。我无回来，我要下小妹的。来，这样买一包两百块来用大头，两百块好，欢迎家人不要吃用大头。来来来，虾甲饼饼都。来，乌烧鳗来，还要吃虾来，鱼啊，奇怪哇，鱼啊我好好好，欢迎。来，你们要吃什么？赶快讲！来，五三分有没有要吃？现在行情一只四百块。安拉逊在啥边？这家伙，来被做礼盒的，有人做礼盒，三只一个礼盒，一千一，三只一千一，有没有价码？来几千块啊？那个五三分，九姐妹，半女半，五三分一千块。你个顶我的话，这个特 A 级的，这是特 A 级的半女，没有人会买，几千块五三分啊？好，给到，千格，这一排，来都给你，来一千块，求绝对来五三万，一千格，有人要吃五，无啦，无要甲下啦，五三万袂晓收俗个，来一千块都拿到你好，来五三万来一千格，一千块还有人需要吗？这个我卖你们太便宜了，来一千块，我前面介绍，因为有人那边来一千块，有人要吃五三万吧，一千块只有一位吗？我来。就不要卖了，来算你个好，这样要求多少？不够高哎，你看，超货的，一天就两百多块了。来，我们这样，没几千，没变吧？来，我爸货啊，能给了你伙伴呀。来，记得个钱，你来，我爸货来。鳕鱼谁要吃的？来，再送一块。来，我爸货来，多少？送这些的，没几千啊。小朋友要吗？来，我爸货来。来，鳕鱼五百块，别讲算你的动作快啊。来，我爸货来算你。来，别讲，他听他听。来，我爸货。大配的大配的，来鳕鱼五百块，来够啦，没有吧？有啦，还有啦，其实我不想要我五百，我刚刚看就一千的呢，三个
百块有高无？有高无？来五百二。哦，人都要来帅吧，拢我哈。谢谢你们，来好，啊，准备讲哪位呢？不要。不要。别等待了。来，上面甲鱼啊，几千块我来，一千块。来，长庄哥要。来，几千块。五个人给你，一盘一千个，人要吃三个尔哟。你看鱼好卖未？哦，你若头路歹做，拢来卖鱼啊，一过一千多人买啊，你看。来包袂，包袂拢得过来。了了了了，来我一大只，动作细只的，来一千个。要吃鱼的快点，来一千个，来一千个，还在考虑啊，来一千个。什么人要吃鱼啊？卡手干咩的啊？来一千块，我做点碗啦，点黄鱼啦，要来。这个你好，这个你要吃鱼啊不？来一千块，我靠腰，我干你阿姐吃落啦，我死不了的。来一千块，我真正的料是我在那边哦，爱得的，安尼爱得的对。钱一百斤的啊，爱几多？一百几啊？哦，还几多？来一千块，来几千块，哎，大哥好，来一千块，你们两个还给我青菜的住，来几千块，三啊，猪排啊，不知道呢，要找一下呢，几百个量的，来几千的，我一半了钱，那边零零的五阿妹啊，我亏本卖你们，你们都不敢买，来一千块。这两家是五六百块元，来一千块，给你搞两位，还在开哦，你呢？最后两位喽，看好，这盘一千块已经超过啊，绝对了钱哦，你呢？大哥，我不会骗你，这几个不止两百块元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还没两盘啊？无啊，无啊，这边给赚只要两三百块哦。我这个朋友买咖啡一样，我就是了哦。无啦无啦，对，我们清空。有可以，清空。干那几多？有可以，有可以，不好意思。你以为这样哦？挂号啊！这么帅？您对茶庄各位靠啊，靠江红这么帅？快哦！快，这边上面的。不用看了，都买卖完了，好不好？有什么好看的啦？给做宝贝哦。都卖完了，还有什么好看的啦？没有人看的、啊，有什么好看的啦？去后面包啦，几千块啦，五个人给买啊啦，别看啊。有什么好看的？你上面的几千块，你上面的几千块。都一样的，都一样的。耳标，耳标很解嘛，阿伯也空虚寂寞觉得冷呢、欸。来，我别看，我别看，哎，我帮你冷啊。耳标很解，来，我空虚寂寞觉得冷。来来来来，炸猪排来，炸猪柳，那个猪排应该是卖。我今天有炸猪柳，哦，黄金菲力炸猪柳，多加，这几百不错哦，哦，他没有骨头了，回去煎炸一炸，来一包鲅，两包哩，两包好啊，超级好吃的，来两百块来，你准备起来，赶紧纠结了，准备，黄金菲力炸猪柳，来两包过来，你就可以了，好来，两包过来，七八几包你吃，对吧？七八几包。来两百块还回去哦，七八块要回去哦。来两百块回来要吃炸猪了哦。刚才买的还在吗？在哦。来七八块三，你们过来一起猪了哦，坐过去啊。来两百块来，七八万一礼拜上少吃三包七包。来两百块，黄金菲力炸猪了两百块。无啊，后边全部改些啊。你们个人去买买，七八块买七包，来两百了。两百块，黄金菲力炸猪柳，请加好加好的，来一人就两百块。黄金菲力炸猪柳，两百块来，请加好吃。这人一
股买保威啊，去包给大黄龙会员，来能办过来两百块，去包多少？来菲力炸猪柳，够了，各位，黄金菲力炸猪柳，够了了吗？煎一煎，炸一炸，气炸锅，你想喝下？来能办过来，龙送给两位，黄金菲力炸猪柳，这是台湾猪哦。是台湾人出做的哦，来，能大红龙都备了啊、哦，大猪柳都有了，好，谢谢。来，一千的鱼是谁买的？来，一千的鱼。来，加我来，慢些，慢些，来来来，放下，放下来。来，阿妹讲要炖排骨来，能大红龙。有桃排骨来，能大红龙。包一样，我这边能大红龙。我要备掉。细胞装备。兴奋。来，红包。敢买敢吃，要吃好。本来就这样啊，人生在世这么人生苦短。不多吃点好的怎么办？来，韩式鱼板上面进来，你爸过来。能力状况，能力状况内，能对自己说好就对自己好。有没有啊？吃鱼板的？这鱼板真的很好吃的，两百块来。韩式鱼板变两百，这么秀啊！这里我后面怎样么秀啊？给你两百，我给你搞了哦。上面上面鱼板，我们这好朋友，这里面煮火锅边煎边炒边烘拢会使，煮在里安怎煮都好吃，啊，来又加料，好加海菜在里面哦，哦含有铁质哦，一盘两百你绝对买哦，厉害哦，好我水嘛。来两百喽，加个三零，来四个客人，来吃一百，来两百块，一条黄鱼，来两百块，来吃一百，两百块，再减我水费，来两百块来。哎，人一个啊。等下无一百人卖你啦，后腰安尼拼落，后摆摆卖啊，来三个人去买卖来，我先赢了钱要卖完，来两百块来。这个真的很好吃，可是我卖这样实在太便宜了，我只花钱不会给你两百块。爱给你三百元，来冷爆锅跟韩式鱼板，来两百块，最后两位了，韩式鱼板冷爆锅，来大姐要来，最后一个喽，鱼板冷爆锅了，来两百块，最后一个客人，超好吃的鱼板，龙头备来啊，春季和冷爆锅备加冰板，冷爆龙王哦，韩式鱼板来鲜味板龙王来，还够龙店吗？来这几天全年没卖，你弄我那款，哦，两皮啊，没几啊皮，来买两皮啊，没几啊皮，冷爆大锅了，两盒一百。规矩你两包我啦，三客拢我你来两包好了，两百块来先买牌照可以呀。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林露露，你这个不用担心，你全挂。快点，快点。我林正红的嘉宾是他。再回家就赶快。来两百块，三客拢我你。先买牌来两百块。然后还三不五时拿拿什么？大闸蟹啊，螃蟹吗？回去给我妈吃。然后我妈说多少钱？我不要，拿去吃。干活菜，三两块钱，鲜味盘，冷八宝，老公有了，好，谢谢。我这爱打料了，给打料起来没赢的，过期的。来，要吃虾卷的最后两位喽，来，冷八宝，老公有了，真的好吃。长辈是每天六开始啊，啊只要一面开始也会特别点嘛。你哥哥买七条是三十块，你买冷八宝七条，你买冷八宝八条。来两百块，你买两百十二条沙发。来两百，你这两条去请。来爽风虾卷两百块，谁要吃虾卷的动作快？两百块拢我，我卖完了，我一箱虾卷卖到全七包了，就感觉好卤，你感觉好卤。像我前天不是吃那个抓干嘛，吃一只，然后昨天又有大闸蟹，看好哦，我不，我就全部拿回家给我妈吃。然后我妈说：“这贵了吧？”不，三个而已，免钱，免钱，你尽量吃。两百拢无啊？无爱卖五百，进两三三个人客，两客差多来三百块了，三百块了，你要卖五百了。来起来六块，六块。你在逛什么大街？来三百，最后两个人给员干杯，三百块，够两个杯了嘛？干杯三百块，用尽的好，来这边小姐要来，来最后一位了，员干杯，哦，小姐要来，来考请小姐妹来了。哎，这钱钱爸爸的。哎，你送掉。这钱拢会使。哎，要啥？要啥？来，我白讲。来，椒麻鱿鱼结两个人贴钱，不然我定也要来三百块来。谁要椒麻鱿鱼的三百块？只有一位，只有一位。这四个啊，都没贴钱，只有一块一块。
林露露，你少，你妈不信的话，你就少报一个零就好了。会很大。如果说1980少那个零，说198太扯，你就1980去掉那个1980就好。这个问题卖较侪，我一日就卖你，我唔是卖恁贵。哦，来，你看这侪人，只要是咧徛假的，无大无钱，但咧徛咧种啊，咧食好料的啦，都袂俗啊。来，这是那个头前一个嘛，香 Q 红豆麻吉派。一包99块，一包八十块，内底有四袋，最重特别的物件，这网上都有卖。这一包有四瓶哦，哦，内底是这边里面是包红豆花，真的很好吃。来，一包八十块，一包卖十块，一包真正够好够，给你大家买叫百货的。这样下两包等于情况，用煎的就可以了，其实用气炸锅也可以。来，百货，这无安那。好可不啊，大箱的，林露露就像你去买菜啦，大红妹拿来，七百块嘞，老公抓到了，来抓呗，小姐要坐掉，来坐妹妹掉，来掉台，还2万多我来好了，来，2万我都顶得饱，来起啊来，来别吃这，哎呦，炸鱼卵好吃哦，真的好吃，来2条煎一煎，切一切就300块了。你还想找人买吃过啊？这以前不是真正鱼卵，鱼啊客出来鱼卵，不，我讲，那恁讲对，伊是真正鱼啊鱼卵，但是毋是规条的，伊是破去了，伊搁啊定位新款入面，哦，这是正好去鱼卵，来有要吃的人，吃了4条啊，人2条这应该300，好吃，一斤做鱼卵你放心，哦，来有要吃的免500，我要了哦，来300块成交就买啦，炸鱼卵300块，300块，安尼准4条呀。安尼6条安尼，来赶快300多，别吃炸鱼卵，动作快，不用500咯。来300块多少钱啊？没有，来炸鱼卵，不要买啊。金融杀气，果然人给上当的，问一次就好了，不是500哦。每次都问。来300块来，炸鱼卵4条，中中气包。来300块来炸鱼卵，最后2位喽。来300块来，安尼买啊。来炸鱼卵，来几枚？来了。来起啊！来五三万给出一盘娃娃，五三万。5-3万给出一盘娃娃。来，别吃起啊！来，500块，500块买白虾，买白虾都有做退休啦。你两千拢起啊？我讲今仔要吃虾啊，卖泡500，加6个人去，我袂恁4个人去。哦，安尼也食无够，恁人坐买两份，买3份，这就是互恁4个人给分着对啊。一个卖买500，一个卖买400，买200块我都，我袂俗，安尼加买两份，来，现在一人一份200块来，200块来，你买200，恁遐要吃吃，200块来，4个人给分吃哦，来，这外面吃几哦，后面吃200块，随便吃一吃都。来，200块个人要吃海带虾无？来200块，海白虾买200，还搁咧烤炉咧烤。老哥，看你那金爪，你搞个包包来啊！哦，背好棒棒出来，背好棒棒。来海白虾还有没有要吃？一份200而已，通通有了哈。好，来这里4个客人，通个包啊。来帝王蟹棒海200块完，一斤300块，这个还有吗？多少钱？这个还有吗？来帮我找一下，我马上拿给你，不用等。1斤30块，3斤4几号你来？5斤号你来？6斤7斤8几号你来？9斤10斤300，200块来。下个5斤请你，下次烧饼，下次马上就会好了。来，进5斤个烧饼，总共15斤，200块来，200块来。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。来，帝王蟹棒，200块来，来那我比你们好，来两斤，我家都不会念。来10斤，来10斤，我都会回，我都会回家看一下。来15，我家的冰箱，爸妈那边的冰箱有没有空？来，蟹棒200块来，太空的话，我就塞满。来10斤，来10斤，剩下15斤哦，你来200块来，买十送五啦，哈，还有200块，200块来，8斤9斤来。来找第二里，来找我第二里，给我上门关掉。帝王蟹棒，你当然也可以煮啦，但是我人家买拢无咧煮，拢咧切片就咧吃。来蟹棒200拢准备了，帝王蟹棒，好来谢谢大家，来介绍来。啊，过来要画啥？欢迎来。我这盘真
遐了解了无，就然后要吃满意的来一千块啦，来三个人加买会着呢。这是丹麦满意，来五百块，冰会再冻开啊，恁去当鸟飞啊，啊要寒死，我当年我爱食冰啊冰。来满意五百块来，来七百个，然后人要坐满哦，五百哦，来五百，来三个人加买会着呢，满意。哎呀，好哟！恁台会不会吞来个？旁边坐呢？对啊，你健康，我上台台。像我有，我有两个人都会嘛，其中有一个小孩的东西，我老婆乱吃。他喜欢吃的东西，我买不一样那个东西。我儿子喜欢吃的，我买不一样那个东西。他们喜欢吃的冰淇淋，也是就是买整箱放在那个冰淇淋冷冻柜里面。我了几百年，你有什么讲话？原来牛肉汤好，我就一次买二十包放在里面。这个很好杀，这我阿姨上好牌，一个四只。买五百，四百五四百，来三百块来，三百块要一百块的，来我阿姨三百，因为一次不到八十块了，不用考虑了。来三百块来，最后一个人我阿姨，我买了卖三百的啦，我阿姨前面就是五百块，我买了三百的。来最后一位，我阿姨三百块，一个上俗的，今天来三百块，来再不上，来三百块，最后一个客人我阿姨，来三百块，最后一位啦，还没要台啦，东西还要看，东西要考考的。啊，都起来十八个，企业来赚钱，啊，你也是享受好，卖安尼做甲都好。太急啊！你要记住一件事情，为了你爸妈的健康，我要看到那种就拿出去倒掉。那种看到我就是拿出去倒掉，那种看到我就是拿出去倒掉，为什么要？来要吃高丽鱼，不要为了省小钱，结果都省下来的钱了。大伙要吃高丽鱼，都没人给的。就是大伙要高丽鱼，两百块。没有刺，没有骨，没有皮，而且超嫩的。一铁板烧成经典霸王，先这一块就150了，多少钱哦？来，能霸王上面讲多利，上面烧，阿头一个鱼上，清蒸阿个个，红烧红的。来，我面前没有教你哪煮啊？买一包七块。有时候你们不是会看到那个？来，七块过来。哦，都已经涨了，或者是烂烂的开始讲话了。然后有些店家会卖的很贵，那种水果我都基本上不会买。不要说基本上，应该100%不会去买。100块而已，很多人都把烂的地方消掉就好了。是水果这种东西，只要一开始带进。来，请大伙最后三位多利鱼都买消掉就好了，而且它整个水果都没有了。我卖你一袋钱尔，你内底是三袋，那为什么要吃这种？来，请大伙多利鱼，所有了哈。免疫力下降，然后去看医生。来，阿哥要吃鱼啊，来，我最后一刀片，一刀片，黑啊，先无人买。啊，好嘛，加个上菜，好了，还比买新鲜的鱼干啦，肉啊。来，刚才有买的，来旁边小阿大姐。啊、如果不小心挂个急诊，那急诊费用比你省下来的钱一般会多少钱？来，蛤蟆一百块来，等下，这上尾盘，上尾是盘蛤蟆，哇，要求哈超大颗的呢，十个人的了，十个客人拿钱，不用拿100块，拿点钱来，我十块我，来蛤蟆我得手。我今仔蛤蟆拢花一百啦，无咧卖五十个啦。来，今日要吃蛤蟆五十块来，我等下做你招恁。哦，恁若无人使，我招恁来蛤蟆五十。蛤蟆五十块，对啦吼。放一天还可以，放个三天就要考虑一下。